好，我是 SH40 的陆婷。我是 SH40 的赵月。准备很仓促，今天晚上才回去排呢。对，真的，因为东西很多，我们最近，而且最近还有公演，还有通告啥的，还有我的生日公演，我真的要疯掉了。担心会不会出错，担心会不会踩到裙子，担心我的鞋会不会断，好多担心，担心舞台会不会塌。这个应该不用担心的，大哥。好吧，就希望我们 N 队能够取得胜利啊，大家都平稳发挥这样子。Team Mento，加油！Yeah.